在有什么？没有外公哦，这种东西就是，这个也是，讲这个也没什么用啊。外公，这个通常打一打，民调更高而已啊。派出国政投诉华尔街，就告诉说这个台湾不会像中共统一党来提到台湾的战略。其实台湾哦，也台湾的国王也在世界排名上也不是。当然跟中国比较是比较小的，但是台湾也不是那么差的国家。我说我们在世界经济体排名还是20到22，还是一个中等国家。市长主川苏贞昌说反来都将影响台湾加入 CPTPP， 还是美国人很气。外国哦，美国也不在 CPTPP 里面，像这个就是这样讲这种话就是哦，这个就是误导的，一下说反来都变反美猪。我跟你讲哦，当年是叫 TPP， 后来美国退出以后才变成 CPTPP。CPTPP 现在是日本在主导啊。我跟你讲哦，我们要加入 CPTPP， 最大问题是福岛的核实的，这才是最大问题的。这个下一波，这个问题还没出现呢。